哦，前方看那个是巨龙呢，巨龙是，里面都是有天堂，天堂的景观，地下室是地狱，这辈子给个18层地狱的景观。墙壁画的是大悲咒84句图文，大部分都代表活菩萨，有一句例外。阿弥陀第一句，南无阿那堪那格拉如来，代表观世音菩萨。对啊，对啊，还鼓掌。